各位媒体好，那个今天这个媒体联访是，我希望来说明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。那我简单叙述一下，我跟吴歌苓先生是在2017年认识的，并且那时候在一起。那一年的我才16岁，然后。要了，我是要跟他道歉，所以我还是对着他比较好。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的再说一声对不起，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那今天是你的记者会，我想你有很多事情要说，所以我就把时间留给你慢慢说。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会回应，或是你想要联络我都可以。谢谢。